有画面了，好，我们来玩玩看这一款啊，《怪物远征》，一个小品的，小品的可爱游戏。哦，按 Z 可以回到上一步哎，看一下有什么按键可以按，推翻，哦。可以把树推翻哦！哦，画面卡住了，调一下。嗯？诶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它这个一直显示不出来？就奇怪，这游戏有问题啊！它就只会卡在主画面而已。嘣嘣嘣嘣！哎，好像有了，好像有了。两个画质，现在开始有了，漂亮，有了吧？阅读书本，人类的博物馆，人类喜欢把博物馆放在室内，怪兽对这种行为感到困惑。我们是一只怪兽。这种东西踢不断的，这个可以，哦，这个都可以滚的。只有动的那一下可以推它的样子。石头不知道可不可以站呢？石头不能站，手感，好容易撞到它啊。推速小游戏，是不是我和你玩都我溜鬼不给你溜，造成今天的局面？哎，还好，我今天分数其实也拿不少。这个可以这样推啊。优秀证书。巴拉巴巴巴巴。感谢董内。人类的背包和怪物的背包很像。八股很不好，八股哎，重色岛屿，这样子是不能踩的哎，哇！首先得先让它站起来，人类的背包下去，重色岛屿它会变这样啊。哦，树没有办法再往那一边呢。可以，我有问题。
先这样。站起来。哭啊，不能站起来。我来，我来，上去，走，漂亮。首先要让他站在这里嘛。好，这样子。我再过来。站起来，下去。哦，明白了，我完完全全明白了。懂了，懂了。第一步先往这，第二步往这，第三步往这。可以。下去。巴拉邦邦邦邦邦邦！哦，这里可以瞬移到下一区。什么？这是要两好几根叠在一起才可以过吗？这个应该是可以，树应该是可以在树上走路的吧，大概。好，下去。我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休假的人类喜欢寄送没有拍过的照片给不喜欢的人。哦，这样哦。怪兽比我还懂人类。哇，这样子是不能转弯的耶，哭啊！走起！嗯？哦，原来两个是变成这样哦，它不是继续叠上去的。这样，然后这边这样，顶一下，很稳。站起来，下去。OK， 真的稳。哎，这两个岛难道是连在一起的？感觉应该下面这条路是要先开的、啊，来，你给我下去，这样就对了嘛，这样就对了，路不见了啦，我有错啦，好，可以。来，站起来！很好，很稳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先下来。嗯，差不多是这个感觉。哎。漂亮哦，漂亮！这样两条路都可以走了。不对啊，这个上去它也会变那样哎。哦，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下去。这两个应该是可以叠在一起的，两根一起下去就 OK 了吧？为什么我到这一面啊？不对劲啊！
他怎么变这一面的？哦哦哦哦哦！啊，我怎么回不去？我怎么回不去右边那里啊？哎，可以了，我回来了。好，两个都下去。原来这两个叠起来就可以，他两个叠起来，我就可以走了。这样叠起来嘞。这样算叠起来吗？这样不算叠起来。好，走，去那边。你先，我来。走起。帮了帮帮胶带，名牌。怪物学家在人类博物馆发现巧妙之处，就是名牌。哦，应该是剧情，就是我们慢慢的探索这个古文明，现在已经是怪兽的文明了。很好，那就倒了嘞。好，走嘞。感觉往哪边都不对。哎，我咋走了？我飘走了。你萝莉控暗天。到新地图了，我到新地图了。粉丝团三都满了，该会再开吧？有空就开。这样就变成船了吗？从石头上移开。哦哦，哦，原来船是可以这样子离开的。原来如此啊！看来从这边开始就是要坐船嘞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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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走嘞，走嘞，下去，上船。哦，这里也可以坐船呢。帮帮帮帮帮帮！嗯，这里有一个香蕉，充气的红鹤。不清楚这种塑胶水鸟是如何在英格兰大陆演化的。我们猜测，以前红鹤不想再以单脚倒立。不想再以单脚站立，于是就学会了漂浮的技巧。哦，还挖到了化石哦。这个是以前那种动物的化石啦。我看看啊，我要去哪里？我现在还可以搭这个船回去，可是这个应该就只是这一区的东西啊。应该一个岛的东西只会用一个岛的东西来解吧，大概。看来没有办法去左边那一区，我要传送了。行进，哦，想去哪就去哪，啊，这是传送门哦。我感觉每个岛屿应该都是分开的关卡。不大对劲啊！
这次是零钱。这堆现金是在2042年重新翻修时从座椅区挖出来的，在当时的价值只能买2张普通的电影票，还有1份爆米花。我有错啦，就这么点钱是能干啥？这一区就这哎、欸，我又给飘到下一区了。还有宝石掉在地上，咖啡，小酒啉一杯，玻璃大杯，好喝，什么都没加哎、欸，哦，有大树了，来大树合体，大树没有办法过去合体。哦，它是哎，哇，这种大树没有办法把它推回去的。哦，它就只能往前哎，所以它应该是要，它是不会掉进海里的。那这样子就可以走，它只能用滚的滚进海里。在人类掌握蒸汽动力技术之前，他们使用水质的动力，使用了以血沫为食的水质。哦，这东西啊，这东西我是没看过，可能是未来的人类在用的。这样子就不能走啊。这样，哭啊！这样我也不能走了，我也没办法从这区走过来。好，啊，它倒是可以放在这个上面这样走。合体，哦哦哦，这个这样子，那这样感觉就不行啊，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上去，这里上去的话，这有个石头。要是这棵树有问题，还是这棵树合体？哎，这棵树没有办法合体到那个位置。前进。只能往上推这一颗，看到树就推嘛，看到树就推，绝对是木有问题啊。先推上面的，那这样子，喂，上去，走，上去。他会被这个卡住了。好嘞，走嘞。其实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往这边的。这样子应该是可以下去了。快点去！横的不能走。哦哦哦哦哦哦！
这一根，它只有一根哦。这应该是不行，看一下，没有办法从这边推。啊，横的是缺一耶。难道是从这边是可以推的？试一下，这个方向难道？这里可以推，水泥生日蛋糕，一群面包师为了抗议英格兰蛋糕所做出的水泥蛋糕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里面还可以装人的，方便。啦吧梆梆梆，这有石头。哦，上面这一区是，上面这一区看起来，等待研究，先走这边，应该大的木头也要一起用才行。奶油茶，2500年期间，人们开始争论士康饼要先涂奶油还是果酱，后来发现了，引发了奶油茶冲突事件。哦。我一定先加酱油。上船，开船。加酱油或加盐巴都不错了。哦，新区域图书馆。2025年举办了空想看书却不实践而内疚的书籍赦免行动，可以把书都丢上来。哦，我的船还可以继续开，就是明年嘞。哎呦，战车！这个奇异的制衣架有好几个能够移动的部位，人类每年都会收拾衣物一两次，坐在这个上面猛踩踏板，哦，可以启动它的厨电系统，洗好的衣物很快又会出现。嗯，这个一般人应该是比较少用到。这里。哎，这边要坐船了是不是？只会在这边，感觉在那边变成船也可以。左往右，往这边不行，往上往下啊，这边就只能往下。这个石头，这石头就把我卡住了。还是不需要变成船的。果酱饼干，人类长期保存的点心中，怪物专家们最喜欢吃果酱饼干。嗯，这个好吃，金色酥饼难吃。
边右边，往上往下。OK， 木有问题啦，我懂嘞，我弯弯圈圈就明白了。哎，原来树是会把树给撞倒的。他没有办法再把它撞起来。嗯，还撞。好，下去。好，先往左边走。懂。我原本是想去下面那一区的，感觉应该是可以。应该是可以搭船去其他地方，又开了一个传送门。蹦蹦大亨，一款推出时间短暂的早餐麦片，浓缩了97种高度不稳定的食用色素。哇，这绝对好吃。材料用的越多，它就越好吃。我看一下我是要去哪一个地方，下面好像推石。如果我从下面搭船的话，好像推石头就可以走了。好像没有办法去下面。然后我好像可以去右边那个岛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能不能去右边那一个岛。最近都要滚出去了。嗯，这个应该是可以下来的。好，你下来，下来，走。哎，哭啊！这个怎么站起来了？好啊，船坐好啦。起来，它会直接起来。这个如果站起来，妈唔对，啊，这样不对。这个下来，我觉得这一步大概是对的，因为没有办法推了嘛。这一步那应该是不行的。这个是站着。
上楼下都有路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小鸟浴池豪华版，鲜少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盖游泳池，所以人们建造给鸟用的淋浴设施来满足自己。哦，小鸟浴池，这东西原来是这样子用的，你可以往上。往左的路没开到、欸，还是其实我只能开一条路啊。我要回来的时候，我才可以开第二条。等一下，哦，这什么？水质动力去渍器，清洁是水质技术中的实验领域。可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哦哦哦哦，这样这样那样那样。就楼上，走嘞。好，上船。这样有些地方就没有去到哎、欸。行，捡一支，我先让他站起来。这边，这边。可以走的路很多啊，岛屿其实很多哎。什么洗碗机啊、哦？幻影箱，完美循环动态图格式。只能往上往下。哦。帮帮！又要坐船了，有办法穿过这个？哦，不太对。把它撞倒了，这边就只能往这里推了。牛嘞！不错啊，这游戏就是这么悠闲。转过去，哦，这个两根合在一起会怎么样？它就会走过去。原来如此，我的目标应该是走上面这一条路。大概是要走上面这一条。你这个应该是直接下去。
这还可以推一下吗？这不能推一下。这个、啊，这个标签上面有什么？就我们专家的理解，这些是成年人类收藏的贴纸。嗯，这些贴纸可以为平淡无奇的信封增添一些惊喜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了，真的是古代遗迹了。看看这是要去哪里？目标应该是从下面要推石头走。啊！现在谁还寄东西啊？看一下，这是到哪里了？盆栽，别被它的绒毛状叶子欺骗了，对拥抱的反应不是很好。哦，那个是那个什么草吗？嗯，我要去哪？应该是从上面这边搭船吧，大概。到了神秘的地方，这里都要坐船吗？不坐船也能走哎、欸。怎我从这边过来。哎，从两边过来的玩法好像不太一样。不走这边的话，好像是过不 了。香氛蜡烛、蛋糕块。哦，后来还导致了蜡烛大分裂事件。后来蛋糕禁止作为香味使用。蛋糕是可以烧的吗？六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先往这。我的目标应该是把它放到这吧，大概。
这边咋？不对，是这一步。我好像懂了。去我知道去哪里嘞？下面有个石头，那边有个石头。去，不知道下面是可不可以去的。那边也没有花式过啊。你如果放横的，你放横的你就不能直走啊。换这样。应该是看一下地图好了。它是有个地图可以开。不知道哪个按键是开地图。我可能应该是要往上走的。放大缩小，哦，看一下这一关应该是要用撞跑。哇，这个变成船了。那我们就不能推这，应该也不是把船放在那，因为我们还有个石头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是要往下路走啊？开始能推的不多，楼下那条路这边也看不到。这个应该是往这边，变成船了，变成船了也不太对。然后从这边，感觉应该是从这边喽。哦，对呀，这又回来了，我可以到新区域，冰块。人们喜欢加入冰块，冰块必须赶快使用，冰块竟然都能有化石啊。大概是往右就可以了吧。看一下，这
个只有往这往那。这个只有往另外那一边呢，应该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。坐船呢？还是这个撞掉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走嘞！